那么作为真正潜水的穆斯林，怎样才算成功，怎样才算失败呢？在杜杰尔当时选手专门说，只要你按照写着算了拉法的以后三代们的生活方式度过你的一天，你这一天就是成功的。写着算了拉法的什么那生活方式怎样呢？早上一睁开眼，安拉的时候算了拉法说阿里哈姆多的拉伊拉的阿哈亚的巴的马马特呢我也来一路数阿拉那时的算了拉法说早上一睁开眼，今天感谢阿拉斯巴哈拉他了，在死后时候没复活，我们复活于他。然后紧接着阿拉的时候算了拉法干什么呢？阿拉的时候睁开眼睛干的第一条不是吃东西，不是观看，不是看电视，不是打游戏，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尊重阿拉斯巴哈拉他的。紧接着起来以后洗小净，洗完小净马上就进入办公，理解班的人开始理解班，不理解班的人开始理早班前两班顺的，然后你做早班的准备班，然后做下来今天阿拉斯巴哈拉他的。所以当你这种做，那么你的这一天清晨你就成功了。所以学生这样可以区分一个人的一天是否是成功，一个人是否把自己卖给阿拉斯巴哈拉是否是成功还是是否失败呢？是否进入天堂还是进入火狱呢？就看这一天是否按先知算了拉法阿里和三两门的方法度过。所以现在有很多嘛，有人一睁开眼睛开始听音乐，有人一睁开眼睛开始打游戏，有人一睁开眼睛开始观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什么样才是阿拉斯的使者算了拉法阿里和三两门说那种每天清晨人们都在出卖自己，有人得救有人失败。所以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阿里在这段另外一段声音中讲到说，每个人你们当中或许一个人有人一生在从事天堂的工作，一生都在做可以让人进入天堂的事情，都在信上。但是就当了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呢，那刚刚一件火云的事情，也就确定赶上了，我们说确定赶上就安拉斯帕的预定此人，注定此人要在这时候灭亡，有的时候都堕落，那就做了件火云中人中的事情，然后呢就进入火云。另外那时结束，也有人一生人都在干火油中的罪恶，主一生人任何人看的是说，只等要进火油了。但是就在那里火油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人生的生命的最后关键的时候呢，那做了天堂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呢，那得到了什么呢？那得到的是天堂，那进入是天堂。所以说，任何时候服从经文阿拉斯巴哈拉他了，重新回到教门当中，服从先知算了拉法阿里和三人们。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任何时候也不算早。你并不是要活，你现在30岁并不等于你要活50岁，也许你明天就死了。你现在50岁那么也不晚，就算你明天就死，只要你今天回归阿拉斯巴哈拉他了，只要你今天重新回归阿拉斯巴哈拉他了，重新回归服从使者算了拉法阿里和三人们，那么就即使你明天就归真又何妨呢？所以曾经有什么的子在被归真之前，被金交之前，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说正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当时只为人，当时是都是教徒，那找到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阿里和三人们说，我是先加入伊斯兰，我是先去参加战斗。阿拉的使者说，你先加入伊斯兰，然后再马上就念清真夜，在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里面当场就念组织夜，在念完组织夜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进入战争，在那次战斗战争中就归真了。牺牲之后，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他在安排了那一期之后说，工作很少，博彻很多。工作很少，博彻很多。另外，刚才说阿拉的使者算了拉法了，说这代人从来没有给阿拉斯巴哈拉他磕过一次头，但是那是天堂。说从来没有给阿拉斯巴哈拉他磕过一次头，但是他仍然进入阿拉斯巴哈拉他的天堂。所以说，怎样来理解什么时候就得回归教门呢？什么时候觉得说自己应该重新回到教门当中，自己呢应该从自己的信仰上、行为上回到阿拉斯巴哈拉在古兰经的教导当中，回到先知算了拉法阿里和圣人们的教导当中呢？所以为什么人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人们的信仰当中总是出现麻烦？为什么人们明明了解，为什么很多很多念经人，我们说说很多很多念经人，很多很多创意毕业的人，很多很多的念经人，有庄严办、普及办、30、50的阿訇，为什么毕业出来之后会做出很多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呢？会做出很多很多令人不可思议，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念经人干的事情呢？甚至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一些不懂得古兰经、不懂得比喻念过经人都会做出的事情呢？原因在于没有真正的理解阿拉斯巴哈拉他的古兰经，
当拉斯帕特的时候，当那的使者号召你们走向那个复活你们的那些信仰的时候，你们应当响应阿拉的使者算了拉夫阿里和圣人。所以响应阿拉的使者接着阿拉斯帕特的时候，瓦拉姆安拉拉也好了被你的被你有根本，你们应当知道阿拉斯帕特他的能够干涉一个人的内心。这句话按照字面看是阿拉斯帕特他能够把一个人和他的心灵分开。我们不是把心掏出来，而是你并阿拉斯帕特他们跟让你最后让你达到你心想你心为做不了，你心为做在你心里面不想。所以阿拉斯帕特这个阿拉斯帕特他的能够干涉，你们当知道阿拉斯帕特他的可以在干涉他一个人的内心。所以阿拉的使者算到拉回来算到在这节骨了，你将时候经常念的得亚姆格里巴拉布鲁比萨比特格里比亚拉蒂，你看主啊，使人心变幻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接近在你的脚面上；使人心变幻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服从，就补装的服从在你为主，补装的服从以你为主。所以说，安拉斯帕哈在明确的告诉人们，并不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我们他是无奈，因的恩也是阿拉胡拉布拉的命，你们绝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除非是阿拉斯巴哈诺瓦才拉中世纪的养主写上写意。所以说我们说接着结果了，你后面说我在乎非但他拉图随便的拉丁的罗拉姆，你们应当警犯，你们应当相信那些灾难并不仅仅讲给你们当中那些不义者，你们应当相信并不是仅仅的讲给你们当中的不义者的那些灾难。所以阿拉斯巴哈诺这里明确的告诉你们，如果阿拉斯巴哈诺一旦降下灾难的话，并不是只讲犯罪的人。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只有你礼拜，你眼看自己的父母不礼拜，自己的儿女不礼拜，自己的丈夫妻子不礼拜，阿拉斯巴哈诺在那使你的家庭倒塌，不会让你带货。阿拉斯巴哈诺在那任人家火烧房子，不会让你带货。所以阿拉斯巴哈诺说的非常，你们应当相信那些灾难，并不仅仅的会讲给你们当中的不义者。也就是说，并不是专门讲给你们当不义者的。阿拉斯帕哈的降下惩罚一旦降下，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有你一个人有信仰，其他人都不信仰，你放任他们不有信仰，那么阿拉斯帕哈惩罚的时候，你仍然要受到惩罚。同样，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你有娇妹，但是你在娇妹当中更积极、更突出，你在家庭当中积极的号召你的家庭来崇拜阿拉斯帕哈的对了，服从阿拉斯帕哈的对了，你试试为向阿拉斯祈祷。事实其实阿拉斯巴哈诺引导你，引导你的家人，那么阿拉的斯巴哈诺的慈悯一旦降下，也绝对不会降给你一个人。